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道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绣球花真美呀、啊，今年也开得很好呢。好厉害呀、啊！这些花长得比小丸子还高。哈哈哈，花朵也跟小丸子的脸差不多大呢。殷老先生，来喝杯茶，慢慢赏花吧。谢谢了。要是把相机带来就好了。是把相机给忘了，那就用我们家的相机来拍吧。这可不行，已经招待我们赏花了，拍照太冒昧了。没事的，大家赏花赏得这么高兴，我和绣球花都很开心呢。殷老先生，来茄子。小丸子真可爱。嗯，殷老先生有这么可爱的孙女儿，真是幸福啊。哪里？真的像木偶娃娃一样。哪里？您太过奖了。一直夸我好可爱呀，好可爱呀，真是的。小丸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像这样使劲夸奖呢。这是场面话。嗯，才不是呢。这么自信呢？人家可是夸我像一个木偶娃娃一样呢。木偶娃娃？嗯嗯，有那么可爱吗？什么嘛，妈妈真是的。喂，你好好想想，木偶娃娃对吧？仔细看，木偶娃娃的脸还挺奇怪的哟。嗯，确实有点木讷呢。要知道，以前的木偶娃娃可都是美女的代表啊。可是，既然要夸的话，还是希望夸我像法国洋娃娃呀。太得意忘形了。几天后，小丸子，佐佐木爷爷把照片送来了。哦，来了，什么东西啊？我看看。拍得很好。哇，绣球花真的好漂亮，拍了好多张呢。哎呦，怎么了？拍到了别人家的孩子。哎呀，搞什么啊，爷爷，这是小丸子啊。这是小丸子，什么呀？给我看看。给。哎呀，拍的真好看。真的呢，我还以为是别人家的孩子呢。看起来好像不像我呀。这张是什么时候拍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哎呀，太吃惊了，拍的好漂亮。偶尔也会出现这样奇迹的照片吗？奇迹的照片，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会不像自己呢。一定要好好收着，这种照片也许再也不会有啦。哇，好漂亮啊！到底是怎么拍的呀？我只是像平常一样站着，拍出了成熟的味道呢。哎呀，哪里的话啦！这个是殷同学吗？很漂亮，对吗？哦，真的？到底用了什么特效啊？什么特效啊？真是的，美环同学，我也是不知不觉中就被拍下的。偶尔也是会出现像这种拍出来像别人的照片。哎，美环同学也有吗？奇迹的照片？说什么奇迹呀？
照片是可以反映人的真实相貌的。我的是和家人去远足的时候拍的，无论是脸还是风格，都拍得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的。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想着，能不能再有机会拍出跟那个时候一样的照片。脸倾斜45度，身体稍侧立，左脚稍微向前伸，嘴巴微张，眼睛向上看，这样就会像奥黛丽·赫本了吗？无论我怎么做都再也不像了。果然那是奇迹的照片呢。我都说了不是了吗？早上好啊，是成绩同学，早呀。早上好。说起来，成绩同学总是很上进。有什么诀窍呢？没有啦，我只是像平常一样站着而已。像平常一样，因为长得漂亮，所以像平常一样站着也能漂亮。你真好啊。小丸子也是跟平常一样站着的，这么说难道我回来了？姐姐，你在看什么书呀？这是什么？选美小姐比赛结果，获胜奖金100万元。真好啊，因为长得漂亮就能拿到100万元呢、拿到100万元不就可以玩一辈子了吗？那可玩不了一辈子，长得漂亮就是占便宜。姐姐，你也想要100万元吗？不是啦，我才不是因为想要100万元才这样说的呢。要是长得漂亮的话，就会有很多好事情。其实我羡慕的是这个。是吗？你看，穿什么衣服都合适好看，就会有很多新衣服。去点心店也是这样，老板会说，哇，长得好可爱呀，多给你一颗糖吧。总之呢，大人也会多宠爱一点。哦，长得漂亮的话，长大了可以去参加环球小姐的比赛，去世界各地旅行，然后和英俊的王子相遇，成为亿万富翁。真是多彩的人生啊。不要总做梦了，多彩的人生啊，长得漂亮就是占便宜。姐姐，小丸子也要有多彩的人生了啊。美女只要像平常一样站着就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吧？是啊，没错啊。小丸子那次也像平常一样站着就拍出了漂亮的照片呢。也就是说，可能说不定小丸子是一个超级大美女呢。肚子好痛啊。喂，姐姐，有什么好笑的吗？你就因为一张奇迹的照片就这么得意忘形啊？明明是偶然拍到的。小丸子，帮我出去买一下东西。快去快去，妈妈叫你呢。什么嘛，真是的，姐姐真讨厌，说什么奇迹了、偶然了。你好。哎呦，帮家里买东西啊？请给我一颗卷心菜。好，一颗卷心菜，多谢光顾。这个给你啊。哦，送给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很可爱呀。这个，莫非就是姐姐说的长得漂亮能占便宜？好甜呐、这就是多彩的人生的味道。小丸子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美女，是那张照片告诉了小丸子这个事实。那个，请问一下，不好意思。莫非是星探来了？这也许就是小丸子多彩人生的开端。就要变成像山口百惠一样的明星了，怎么办啊？那个，我要回去问一下妈妈。这孩子怎么了？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路啊。哦。小丸子，你在干嘛呢？我想学成绩同学系个蝴蝶结看看，好看吗？
没用的。什么嘛，今天蔬菜店的老板说我很可爱，给了我枇杷呢。美女就是占便宜。笨蛋，那家店的大叔只是喜欢小孩子罢了。只是喜欢小孩。以前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请我吃过草莓。可是今天路上被星探搭话了呢。星探？有个男人问我，不好意思，请问。那个人只是问路而已吧。这种小城镇怎么可能有星探呢？你以为这里是元素啊？说的也是啊。哎呀，真是笨呐。什么嘛，臭姐姐。丸子，发型怎么变了？是呀，好看吗？啊，好可爱哦，像法国洋娃娃一样呢。法国洋娃娃。一模一样。我有这么漂亮吗？很漂亮。来吃鲜贝吧。啊，谢谢。做美女的心情真不错呀。小丸子，帮我把抹布拿过来。真是的，居然让美女拿抹布。抹布来了。啊，放在那儿就好了。怎么了？妈妈。什么事？好漂亮啊。不是啦，我是说绣球花。啊，绣球花啊，真是的，我还以为你在说我呢。这是佐佐木爷爷送来的，很漂亮吧？是这个女孩子赢了比赛呀。什么什么嘛，喜欢的食物是法国吐司，大是什么根本就没吃过，兴趣是骑马和竖琴。美少女小丸子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的兴趣是挖耳朵和盆栽呀。藤木和永泽的借口。要是带伞就好了。明明是梅雨季节，却这么粗心，我们两个都是。要是等我回家后再下就好了。我？而不是我们吗？你果然是个自私鬼。再见了，藤木同学。永泽同学，明天见。还好今天带了伞呢。有备无患嘛，伞完不回去就不会被淋湿了。对不起，小英，再见啊。他没事吧？怎么了？让他和我一起用把伞不就好了？就是啊。哟，在避雨吗，藤木同学？长山同学，快到我的伞下来吧。不过我和长山同学你的家是不同的方向，我再等一会儿。这把伞就给你吧，小春。你拿去用吧，藤木同学。不过真的可以吗？因为你是哥哥的朋友嘛。那我就不客气了，小春，谢谢你。走吧。那明天见了。明天见。一按就开了，不过撑着红色的伞好难为情啊。真希望丸子将来也能成为这么体贴的孩子。什么将来啊，小春他年纪比我还小呢。是吗？藤木，这伞是哪儿来的？是我在避雨的时候小春借给我的。小春啊，本来我想回家了，不过想到永泽同学你应该也在避雨。是因为担心我绕路过来的吗？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
我好开心啊。那么我们先回藤木同学家吧。可以吗？如果以后你以恩人自居，我可受不了啊。怎么会？你看好可爱呀。两个人同打一把红伞呢。两人同打一把红伞真受不了。算了，只要不淋雨就好了。那你明天把伞带去学校给我吧。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别忘了，这是小春的伞啊。真烦人。知道了。小春的伞，这真想完了。第二天，早上好，永泽同学。早上好，藤木同学。小春他的伞呢？也真是性急。借来的伞当然要晾干了才能还回去吧。说的也是啊，那明天带来吧。好。藤木，昨天真是太好了。我看见小春把伞借给你了哟，干得不错呀。你都看到了，小一。哦，对了，那把伞我想晾干了之后再还给小春的，明天就带过来。我知道了，我会跟小春说的。快沾上。不行啊。到底是谁啊？开了厕所的灯不知道关呢？我不是都已经关掉了吗？大概吧。大概，宏志啊。刚才是你去厕所了吧？我想关来着，不过听到姐姐和大家的笑声，所以就急着跑过来看电视了。有时间找借口，不会关灯啊。第二天，早上好。小春的雨伞晾干了吗？算是吧。那为什么不带来呀？你不也经常忘记带东西吗？干嘛怪我呀？因为再这样下去，长山同学和小春他们会以为我拖拉的。你想太多了，藤木同学。难道因为？是什么？你不会是把伞弄丢了吧？怎么可能？好好收着呢。那就由你直接去还吧，我去跟长山同学说一声啊。等一下，你怎么这么心急？我要跟你绝交了。绝交？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是绝佳状态，藤木同学。没错。啊？你再不赶紧还的话，今天就是第三天了。你为什么不带来啊？有什么原因吗？本来已经晾干了，可是太郎又把水洒在上面了。真的吗？永泽同学，你真的没弄丢吗？你很烦人呐。不过藤木同学，你经常做塑料模型对吧？那你有没有强力的粘合剂呀？粘合剂？你要干什么？当然是用来粘东西了，不然还能干嘛？粘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不会是小春的雨伞？难道伞断掉了吗？有什么东西断掉了吗？是铅笔芯了，对吧，永泽同学？就是这样的，是的。藤木，刚才真是谢谢你了。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在你修好之前，我会帮你瞒着的。那把伞很重吧？藤木同学，粘合剂就拜托你了。小春，好久不见呀。好大的雨伞呐。是呢，因为小春把伞借给哥哥的朋友了。藤木还没有把伞还给你吗？永泽同学，我把粘合剂带来了。用这个一定能粘好吧？这个吗？应该可以吧。唐木，小英，你到底把小春的伞怎么了？我只是把伞借给了永泽同学，伞不是我弄坏的。你把伞弄坏了吗？
你说什么？只是断了一根伞骨而已。而已？啊，要是那时候我把伞借给你的话。是啊，就是啊，这样的话，小英你也有责任呢。哎，究竟在说什么呢，藤木同学？不要赖到小丸子头上。小玉，谢谢你。真是的，怎么会变成这样？有时间找借口，不如快点修好。这不是妈妈教训你的话吗？永泽同学，怎么办呢？耶！永泽同学，永泽同学，折断的真彻底呀！给我粘上，给我粘上，给我粘上！怎么了，妈妈？哎，这把伞。你听好了，俊男，你去跟长山同学和小春说实话，好好道个歉。嗯，伞送到修伞店修就可以了。给，这是修理费。对不起，我没说实话。我也在反省呢。其实啊，我早就已经察觉到了。长山同学，这是主骨，这是接上去的伞骨，连接的地方在这里，风用力一吹就很容易弯掉。好，拿好了。谢谢。原来这么简单就能修好了。啊，希望他多花点时间好好修才是。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苦恼啊？你根本没有苦恼吧？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喂，你们两个够了。因为雨伞，藤木和永泽的关系近乎紧张阴郁，而看到了小春的笑容，小丸子就像看到了梅雨后放晴的天空。我居然找到了一只能带来好运的招财猫，不用学习也能考高分，还能拿到零花钱，可灵验了。顺便拜托他让我学会系漂亮的蝴蝶结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是小丸子被礼品花结难住了和小丸子的招财猫，敬请期待哟。